从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的一个舞台剧，对，我要讲一下梦想跟爱情的选择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有没有一个关于梦想跟爱情的选择？丰田，你有吃过这个吗？我教你。确定这个什么啦？这个是什么好莱坞电影？怪奇怪的部分。真的真的，可以合法的吗？不要合法，你有这样？小安子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我同学跟我说，这叫做第二代。第二代是吗？对，对，然后就挤，然后这边硬看，然后这样。但我很怕，我等一下一吹它就爆了。其实吹没有，哎，爆了，对不起。加油，加油，用力，用力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欢迎到嫖客。小安的动作，他的动作是什么？蝙蝠侠，蝙蝠侠，蝙蝠侠变成一个坏蛋。小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绝过天赐。